好，你好，我是玉修，很高兴你回到这个频道。今年十月份的时候，我去到了英国和法国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欧洲。英国和法国一直都是我非常想要去拍照和街拍的两个国家。那我在英国的时候，主要都是待在伦敦，所以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想要分享一下，我在伦敦的时候拍摄到的一些照片和影片，还有一些 POV 的画面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